我说怎么说事？我问那个弘一法师，闲谈了，我是冒冒失失的。我说那地藏经，你老人家哭。我说地藏菩萨他不哭。我说他看见我们众生没有？如果他看我们众生有了，这样度啊，他哭也不行，也度不完。释迦牟尼佛虽然一再嘱托，没有众生，已经是幻化众生。那我们要知道这种道理了，我们要自己度自己啊，也度自己。如果你没这个因，谁也度不了你。你跟他没这个缘，跟他接不上线，他帮助不到你。你没这个因，根本就绝种了，没这个种子，根本不会产生啊。你有这个因呢，那诸佛菩萨已经给你做个助缘而已。不要自己辜负了自己啊。我特别尊重这些，想赞叹别人的时候，你也赞叹你自己。所幸的我们这个本性不是，又闻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就是我们性体具足的，跟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都无二无别的。你这个你不要自己太卑贱了，要发菩提心，那一切众生都如是，地藏王菩萨、释迦牟尼佛来度我们。那么释迦牟尼佛叫观音菩萨叫地藏菩萨都来度我们，那我们也要去度度别人吧，这辗转相度吧，大家配合起，大家都度了就好了，都度了就无度而度，度了之后什么也没有，那个没有，就像这个咱们这个灯光一照黑暗什么也没有了，你清清白白的啊。如果说是没有这灯光，你到屋子撞到凳子上你还不晓得，撞到椅子上撞到柱头上你还紧撞呢，咱们就是没有在黑暗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说你记到什么呢？记到我今天在斗笠天跟你说的这个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有这么多证明，你记到啊，今天在斗笠天中，在这个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的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在这个大会里头，我把这个人天的诸众生等还没有出三界还在火灾里头呢，嘱托给你吧，就是你替我度，替我度，你千万不要使这个众生堕得讷取去，讷取是你的责任了，所以他直说人天呢，到讷取中受一日一夜的苦都不可以，何况还把他们堕到五无间地狱去呢，极恶别地狱去呢，在那里头就动静千万一劫没有出期啊，就出不来了，很困难呢，很困难啊。地藏是南阎浮提的众生啊，为什么我这样嘱托你？因为我知道，这南阎浮提众生他那个志向啊，没有一定的，因为他把真迷了，他那个造那个讷业多，从缘而出的千差万别的，都是讷业，因为他所遇到的都是讷缘嘛。那时候善缘很少很少的，何况他自己的就不定啊，不定啊，因为他有那些个讷种子，就起那个讷现行，所以就是造的很多讷业，讷业。总使发了善心了，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了，发了善心了，刚一发道心，道力就胜不过业力。须臾之间又退了，发了心又退了。我们诸位道友啊，不要因为我们已经入了佛门了，也来信了佛了，好了，这是好地方，你回光返照一下，检查一下你日常生活，这一年当中你产生了好多懈怠的念头，都是自己原谅自己，哎呀今天呢，哎呀事情太多了，我很忙啊，你忙什么呢？我们很多的道友在纽约也是在哪儿都，哎呀，我很忙，我事情很多呀。哦，没有时间念了，我改天念吧，明天补吧。明天补到后天，后天补的。我说你等到地狱再补，补不成了，什么光也没有了，想念经啊，忘了，都障住了。
懈怠烦恼障的不多，而讷然呢容易远，一遇到讷然了念念增长。有这样缘故，我才分了千百亿化身，谁的众生是什么根性，我就度他他。我没念念，没入涅槃呐，不过是佛身的瘾了，那其他的身心各呢都有啊，所以化现无量的身呢，菩萨都能化，释迦牟尼佛不想化。有多宝如来不少多少劫多少劫以前成佛的，人家说了法华经，他又现身了。多宝说他就每一个佛说法华经，多宝如来都现身，他是发的那个愿呢。说地藏啊，我今殷勤于天众，付诸给你了。未来之事要有天人、善男子、善女人，他们在佛法中种一点点的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你就以你的神通力吧、道力吧，保护这个人，就是拥护他的意思，让这个人呢渐渐的种善根，渐渐的成长，证得无上菩提，渐修渐证的，可千万别退失。让这个人别再退失到哪道去。福寿地藏未来世要天要人随业报应，他就落到哪去去了。但轮到落到哪去的时候呢，或者到了地狱门了，他如果能念的一个佛名号，或者念大乘经一句一句，或者念一个菩萨名字，都是功德无量了。你就以你神力啊把他救出来。这意思说，他如果能念一个佛名字，念一个菩萨名字，念的一句一句的大乘经典的，这就是法宝，就是他善根还没泯灭，能念这么一句就是有缘了，那跟你接上了，你就满足我嘱托你的这个愿望吧。说这个众生啊，你用你的神力把他救了，不要他入到地狱里去。与世人说，你就现无边身。无边身呢，并不是他身体无边啊，障满法界呢，就是应现什么身现什么身，你能有无边的身体身形，无边的身形可现吗？所以呢，地狱见着个老和尚很破烂的，也是地藏菩萨，或者见着现着光明的威仪无比的手持西藏的，各种形都现呢，就是能使那个受难者得度了，那就对了，显令他呀从三途道受到人天去受妙乐。这人天道是过程，要想成佛必须得经过人天道，并不是地藏菩萨渡你到人天道了以后不管你了，渡了人天道了你再不堕三途了，你一定会以这个善根能够闻法，闻法能够修行，能够直至成佛。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子中，吾今身佛诸如一大神通方面的物灵都在哪去，就用寄送再把以前头嘱托的话再重复一遍。其实地藏菩萨不会忘记了，就是佛的大慈悲了，怕他忘记了。地藏菩萨要是忘记了，那就不叫地藏菩萨了，这是表的佛的大慈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说佛呀，你不要再顾虑了。未来世中的要是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一念恭敬，他有一念恭敬心呢，都可以，我也用法一篇方便想尽一些办法把这人度了，与生死中速得解脱呀。那并不是生人天啊，佛叫他到人天受妙乐。地藏菩萨答复的呢，就是说度他的时候啊，就是只要他初念能够发起了，那他一定能够成就，能够得解脱。初发心是成正觉啊，入十二心初心难呐。初发心成到究竟觉心，这两个心呐，成佛不难，就是最初那发那一念心，那是最难了。只要那一念心发起来，那个种子就种下去，善根一定能生长，就是成佛种子。何况文殊善士念念修行，自然与无上道融不退转。说佛，你不要再顾虑了，他只要有一念的这个恭敬心，我都要我度脱了。况且呢，做诸善事的这有善根的众生，他会闻到一念就会有念念的修行，他自然的对无上道不会再退转了。这叫
说地藏经到这儿啊，释迦牟尼佛嘱托观音好，完了又嘱托地藏好，就算完了。那么最后说是一个事，会中有位菩萨名虚空藏，我刚才说了一下子，就是大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发起此经，问地藏菩萨的功德，问他历劫的所修行的事节，向佛讲讲地藏菩萨故事。咱们说故事大家都懂啊，都是无量劫前的事儿，这叫故事了，就是就是啊，就是现在都很新鲜，再经过无量一劫完了再说还是很新鲜。那么呢，佛是一直的到这赞扬这些个虚空藏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西面，不南不北是西面，刚不是极乐世界啊，不是世界，过八十恒河沙的世界，八十恒河沙，那有佛叫一切相继义，有佛叫一切相继，这里的众生呢，他也是有五浊，这个佛名叫圣华，圣华，有个菩萨，他这个菩萨啊，他脑壳上有无量的楞伽宝珠，有无量的宝珠来为围绕，这个中的光明呢，一切的光明都被他扬蔽了，他的功德除佛如来别的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功德有好大，这就是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他就向佛说了，说世尊呐、啊，我自自斗笠，就是说说虚空藏公子，大家对虚空藏菩萨了解，我到斗笠以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放光招我来的了，就是前头不放那么多光吗，我听到佛这么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神势力是不可思议的，势力好大呢，他举足动足，动个手指头，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震动，一切魔的宫殿都在震动，因为以智慧光能够照一切，令一切众生都离开三途，能够得到无上的力量成就佛光。他所说的这个虚空藏菩萨就说，我听着佛这样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的要是未来的世界，这个众生善男子善女人乃至诸天吧，龙王吧，他听到这个经地藏经，乃至于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瞻礼他的形象，有好多利益呢。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些众等料而说之，他说我想请佛给未来这些众生啊，现在的未来的未来还有未来无穷无尽的未来，就是一切众生料料说说他的功德。我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无当为主，分别所证。你好好听听啊，我给你一样一样说，分别说着就一件一件说。假使未来世情，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菩萨形象了，听到这个地藏经了，乃至能够读诵，念也可以，背也可以。香花、饮食、衣服、珍宝。供养不是供养，乃至顶礼赞叹，这个都前后讲好多遍了，不再重复了。那么得到二十八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诵经的功德啊，然后诵地藏经，诸天龙王在难难中的保护你，冥冥之中的来保护你，这是第一个利益，得诸天龙王恭候，得诸善神护持你。说你要念地藏经，那鬼神能来得到吗？一般的鬼神能来得到吗？那个鬼怎么来得到呢？你见着这个像那个像，或者身上发冷发热，有的那些个有威德的威光赫影，你就感觉身上发热。有时候这些菩萨或者二乘的，你那身上发热，他威力比你大。有的那些鬼神来了，鬼来了什么，他阴气特重，你就感觉浑身发冷。
有的你会践行，这都是你自己六亲眷属跟你有一定姻缘的，不是来害你的，或者来保护你的，或者来闻法的，你就念你的吧，你不要管这些个。那么有个弟子，他就念念地藏经时，他看见那个看见一个方脑壳的对他走来了，他就以后不念经了，你不念也没有了。对呀、啊，他那个也不是来害你的，如果害你他来不到、啊、而且你没考虑考虑，白天能现行的开着汽车的看对他走来了，那大天白日啊能是普通的吗？但是他就不念了，那不念了吗，也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知道的，听过地藏经之后，你这跟你没关系，你念你的呀，不会因此而受害的了。二者善果日增，入修福慧，什么独行本来是念地藏菩萨圣号，你念一切大乘经典都是善因呢、啊、即生善因。我们经常讲空善，最大的真正的圣因就是空意啊，这才是圣因、啊、读读般若经，金刚经念一念，金刚经太长你没有时间，你念念心经好不好，照见五蕴皆空啊，啊，我皆空、啊、这是真正的上意思圣因啊、所以最后假虚空藏，虚空藏含藏是什么呢，藏是含藏，含藏什么，虚空啊，虚空是不空，不空是他性体具足的功德，是骗法界的，懂得这个意思，最后他是虚空了，空了，我知我见烦恼一切都没有了，这些功德你才建立得起来呀、啊、这些功德有里头建不起来呀、啊、是在空里头建立起的，所以最后这个菩萨应机的话是虚空藏，这个含义一定要懂得，你知实有也可以了，现在我们讲的都是实有，最后你还得观空啊，观空。四者菩提不退，断惑见真了，当菩提徒弟了，求菩萨加持了，闻了地藏经了，就是研究不退了。五者衣食丰足，六者极易不临，七者离水火灾，三灾八难一切都免了，这前头都讲过了，不过是他重复说一遍，但特别标榜得到这么些利益。第八无道贼呢，第九人见亲近，第十神鬼助词，你还怕什么呢，我刚才说那些个都是来帮助你的，助你念经的，给你做增上缘的，道高德重的那些鬼神才来帮助你呢，才助词呢。十一女转男身，女转男身，女转男身这个意义大家都懂。第十二为王臣女，第十三端正相好，有的念念地藏经啊他就好看了，别人见他就不生烦恼了，见他生欢喜心、这个相貌好丑啊没有定型的，你看着很丑啊，别人见他都欢喜，像道南法师长得最丑了，他有德呀，他内聚有德，别人见他的欢喜、有些鬼，有些好鬼，好鬼他还说的相啊就很好看，有些恶鬼那说的像就不大好看，那大菩萨视线的不同啊，像面缘大师不大什么好看，所以看着很害怕，观音菩萨视线的，或者做国王的女儿，就是不愿意做女的，有些他跟女的特别好，有那个在有些个女的呀享受也好，也不用什么操劳，他还是当女身吧，免不负责任，就是端正相好，有智慧的端正，有福德的。十四种呢多生天上，那么这种就是他的天福永远不尽，是愿意升天的人，总愿到天上去享福，那可以满你的愿，这反正你求什么得什么，这是。那第十六愿就是许命自通，得许字命通，能知道过去世，过去世未来世都知道，就前因不昧了，他才能够离尘修道了，是指这个含义了。世界有求皆从，随心所欲，没有不满愿的，但是可不犯错误，不犯戒。到了读地藏经，闻着地藏经，读地藏经所得的利益，他再不造罪了，就是这个含义。十八眷属欢乐，
十九诸恒消灭，二十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除尽通，二十二者夜梦难乐。读地藏经，你要想生极乐世界，一定达得到的，通了，不障碍啊。二十二者夜梦难乐，二十三者仙王离苦，这个问题不大。夜梦难乐嘛，你醒了也没那么回事儿；夜梦不难乐，你醒了也还没那么事儿。要放得下，放得下。第二十三，仙王离苦就是超度别人，超度你过去的祖先。说一子得道，九主升天呢。二十四者徐福是生，二十五者诸个人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有慈悯心，二十八者必定成佛。福赐虚空藏，要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回闻地藏本愿四行，赞叹赞礼，还得七种利益呢。那个二十八种利益啊，是你在人道受持经典上所怀的福利。咱们都是人，咱们在多数都指人道说的，你修行得到的福利。那么要在未来呢？那未来那个天龙鬼神闻了地藏名字，或是成念呢，或是礼地藏行呢？那么这个也得七种利益。要分开说也可以，合拢说，除了二十八种利益，那么总的来说吧，有七种利益也可以。一者树梢生地，神有五通啊，神仙天人都有五通啊。你打他七经修行了，他就会增加得漏尽通，就成道了，证了四果了，就断了这个见思而惑了。二者恶业消灭，鬼神有业了，无始的业障还是很重了，不过是他升的天那临时的福，这个福还是退的了。这回假地藏的力量，他无始的许业一律消除，是天神说的啊。三者祝福护临，要依自这个修行，剑跟佛的剑一样的，他的心脏跟地藏的地藏跟佛的佛脏都合为一体的，他的行同佛行，德同佛德，就这么个含义。四者呢，菩提不退，要把一切惑业断了，见了真了，证菩提果呀，永远不退道了。无增长本力，修了就有功德了，越修性德越显，越显障碍消除越多，那就增加你内心的力量。六者许命皆通，许命通了就好了，你过去发了些个什么愿自己都不知道啊，那金枪玉照地藏经了，这都过去有愿的了。七者必定成佛。尔时十方一切如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极大菩萨天龙八部我们释迦牟尼佛承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四是倒立天宇无量香华天宇中营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佛俱伏瞻礼合掌而退。那个意思没完的嘛，咱明天呢再把这个意思再讲讲，就是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了不可思议，重复的着重说一下。完了我们就你们那个本上都有吧，那个觉林菩萨记。对，明天再跟大家这个解释解释那个，这是额外的啊。本来据说计算了今天圆满的，今天是圆满了。要是明天再讲讲那个呢，就是那个是华严经的啊，讲讲那个意义。我们读了《地藏本愿经》，这个经的名字叫《地藏本愿》，回叫《地藏本行》，回者叫《地藏本誓力经》。发誓，发誓就什么过去说赌咒发誓啊，发誓就坚定的意思，决定这么做就是要誓，就是这个含义。我们这部经啊，就是说的地藏菩萨大愿。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就要发大愿，发大愿，发大愿，我们要注意一点呢，特别是对你的冤家、仇人。就再不要生恨心了，再不要生恨心。发愿首先度的应该度他们，你的父母六亲眷属，你就是度慢一点，他不会生气的，不会找你麻烦的。你的冤家不同了，他处处找你麻烦。
你不要再对他们生气了。你看见谁骂你哦，你说我冤家来了。阿弥陀佛，好好，我消灾消业，不还骂，笑笑呵呵的承受。说你骂得好，骂得好。说第二句话骂不下去了，他也笑了。这人怎么搞的？疯子吗？神经病吗？我骂他，他还笑，他说我好，他就不骂了。他也不骂了，这我疯子，我骂他干什么？他或者把你当成疯子，他说这人家不错嘛，我骂他他都不干啥，我何必再骂了？他就不骂了。这个你度冤家是最好发大慈悲心，发大慈悲心，你千万不要，他有些人这样想了，他这么样害我，这样整我啊，我还没受够啊，我还度他，我还帮他给他回向，你不给他回向，不给他更找你麻烦，反正你没完没了的结怨。冤家一解，解开的解啊，不一解，不要再把它往下解，酸一嘎子又酸一嘎子，酸一嘎子个，永远解不开了。我跟在大陆上说一句这个，说一句这个犯罪的话了。我说解放解放嘛，不是解放了，解了不放，那个解，解嘎子那个解。把你解住捆上了就再不放你了。他这样这么说，我说好几十二三十年了还不放我，不是解上就不放了。事实是这样的，好多事情啊，一些事情不要忘乎都是解，心量想开一点。劝大家送，怎么送法呢？我说事情多，都很忙，送地藏经时间没有，这个不要，不许不忙了，这叫颠倒。颠倒，说我一天送一部啊，确实没时间，送一品可以吧？有时那很短的送两品，你记到十灾日送，经上说的啊。这里的修行方法很多，你一任哪一个法修行都可以，你照着做就是了。读经的时候就是修行，念地藏圣号时就是修行。有些自己念经不知道是修行，有些念佛不知道这是在修行。但还早，还有什么方法吗？有，到那儿去受个灌点，到那儿去加持一下，念个咒，念了三天他又放弃了，而且受啊受完了，上次给他受完灌点，他离开他就忘了，他也没有吃。这叫末法呀，要认识到咱们要做末法的正法的众生，懂得吗？我们闻到了去做，做这个事就是正法。对你来说法不末，你在读诵受持不末，你在劝化别人法不末，你在行菩萨道，对你来说是正法。对那个不知不觉的人，那叫末法。他听着他还谤悔，那不但末法，那是地狱种子，他种子种下去了，那都是下地狱。为什么地狱比咱们人类还多呢？一切畜生完了，他堕完了，畜生道完了又回去了。畜生不会做人事啊，所以把那些个对你那个冤家对你仇恨，你如果想不通，你这样想，他是畜生，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也算好了，也不结冤了。狗咬你一口，你绝不能把狗抓出来咬一口，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了。对，你就这样想就想通了。你知道大概大家有可能读过阿寇正传的，鲁迅做那个鲁寇，我说他还不错，和鲁迅想的还不错。他做这个阿寇正传，他人家打他了，他也打不过人家，他不敢给人打，而是打老子，他就想通了，他就心安理得了。过去了，反正打他一顿，儿子打老子，完了掉过来，他就唱歌就走了，一边高高兴兴的。他这个想法，我要想法，我说他这错了，别说儿子打老子啊，说诸佛菩萨打我呢，我这业障就消失了，高高兴兴走，哪里就这个想法不同。所以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教导我们在净行品的善用其心呐、你要用心用的好。罪呢变成智慧，变成福德，用心用的不好了，福德变成智慧。你拿着地藏经不恭敬，随便乱丢啊，你就福德变成
这个福德就变成乐业了。嗯，本来是求佛的，你就变成乐业了。大家善用其心吧啊。